切好啦，来来来，是水果啊，谢谢啊，来，哦，爸爸我也要吃，哦，你也要，好，爸爸喂，爸爸喂啊，爸爸偏心，我都没有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哥哥啊，爸爸喂，爸爸喂哦，啊，好嘞，婆婆，你看我们家的小朋友啊，每一个都好可爱，这么爱撒娇。人家也想吃水果。来，老爸老妈，我让你们两个吃水果果。谢谢儿子啊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啊。哎，不过呢，老爸老妈，嗯，待会呢，我要先去公司办点事情，然后呢，哥哥，你身为家里的老大。你要好好的陪伴爷爷跟奶奶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我一定会让爷爷奶奶在家里不无聊。哎，弟弟妹妹也要帮哥哥，知不知道？没问题。好，那爸爸出门了，再见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开车小心一点啊！我要来吃水果啦。水果好甜哦。对啊。老太婆来，我喂你吃水果果。啊，老公，我也喂你吃水果果。嗯。不过老太婆，嗯，我看今天天气也蛮好的。我们来练习一下，下个礼拜不是要老人杯的表演吗？啊，我们复习一下啦。啊，那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就是那个动作，我一直觉得好像手有点卡卡的。啊，那你音乐选好了吗？这首了。爷爷奶奶，你的音乐开太大声了啦！对啊，爷爷奶奶，你们在开 party 哦？哎，对啊，妹妹、弟弟，我跟奶奶在开 party， 要不要一起来玩呢？好耶好耶，来来来，跟爷爷奶奶一起跳舞。来来来，那我们约哥哥一起来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快点去找他。哎呀，哥哥。嘎嘎！我耳朵聋了啦！你们突然叫那么大声做什么啦？哎，我们就是要吵你呀！不是说好要陪爷爷奶奶吗？赶快站起来，我们要去跳舞了！快点，快点！开 party！ 爷爷教我们，不要推我了。可是爷爷奶奶，你们跳的这个舞，我好像不太会。非常的简单，掌握几个重点就好了，节奏跟屁股。首先是节奏的部分来了，加上你的脚，一二一二嘎一二嘎，准备换方向来，一二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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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啦？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在跳。有好不好？只是那个节奏跟那个屁股加在一起会有一点难嘛。我刚刚也是有很努力这样。哦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，蛮厉害的。刚刚这样用力这样跳一跳，你看我都流汗了，需要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，看卡通啦。啊，看卡通啊，不跳啦。那没关系啦。他们想看卡通就让他们看吧，那我们就也坐着休息一下。爷爷，嗯，我可以玩一下平板吗？那你玩20分钟再让眼睛休息一下好吗？没问题，打勾勾。好，打勾勾，打勾勾，遵守约定大帅勾。谢谢爷爷。啊，不会。对，飞好高哦！这一关好难哦，又输了。哥哥，你在玩什么啊？就是破关的游戏啊，差一点快破关了，但这关好难。弟弟妹妹在看什么啊？我们在看那个一个猫咪上了火箭，然后飞上去。然后宇宙有好多好多的猫咪哦。对对对，超可爱的。啊，老太婆。啊，那你在做什么啊？哦，我就看桌子好像那边有一点脏脏的，我亲一亲，拍拍。那老婆子，你在做什么？
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所以问大家在做什么。嗯，好难哦，好像啊。哥哥，你们看，爷爷奶奶他们好像无聊到睡着了，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做自己的事情？哎呦，这关快要破关了，爷爷奶奶在睡觉，让他们好好睡觉。对啊，可能不晚再说啦。哥哥，你先暂停一下啦。哎呦，奶奶，无聊到睡着。什么？吃饭了？奶奶，你们怎么睡着了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我们来玩扑克牌好不好？要玩扑克牌啊！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就是不无聊，要来玩牌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们玩什么扑克牌呢？心脏病。听起来好像很严重，我们两个老人家能玩吗？爷爷奶奶，是这个扑克牌的游戏名字叫心脏病，就是你在玩的时候呢，心脏会啾一下，很刺激哦。听起来很刺激啊，老太婆。等一下呢，我就是会一边数数字，一边呢把扑克牌翻面，然后呢，如果我数的数字跟翻出来的数字一样的话，我们就要把手盖在上面，最晚盖上去的就输了哦，就换他发牌。比速度就对啦，对对，要专心。好，真的很刺激，爷爷我很厉害，我会玩游戏，真的吗？好，最晚拍到的就换他发牌。好，一，哎呦，二，三，哇，妹妹，要专心。好，换你，换你吧，换你吧，给了爷爷奶奶。我们可是很厉害的呢，所以叫你们给我们多动一动啊！好，来喽，你们预备喽。好，一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加快，六，耶！爷爷输了，爷爷了，爷爷了，发牌，发牌，来来来，爷爷换你发牌。好，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。六七八九，这不是九啦，这是四。换奶奶，换我发，换我发，一样从一开始数哦，数慢一点哦，啊，数慢一点，一、二，二了二，不玩了，那我们继续玩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刚才我输，我继续发。你继续，你继续。好，一，二，三，机器的主动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。爸爸回来喽！好难哦。继续，哇，差三，七，四，十五。只有到十三，那我们是不是要从头数？我不知道，刚刚哥哥没有睡。哥哥、弟弟、妹妹，你们回来啦！你们怎么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呢、啊？不是要你们陪爷爷奶奶玩吗？有啊，你看，我们刚刚有跟爷爷奶奶玩扑克牌。有儿子，我跟你保证，刚刚小朋友们有陪我们玩。两三场他们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得其乐的。对呀、对呀、爸不是这样子讲的、我刚回家的时候啊，就看到有人啊在玩平板，有人啊在看电视，然后啊都没有人陪爷爷奶奶玩。没关系啦，小事小事啦，都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。换一个心态来想想看，如果呢，下一次是你们主动找爷爷奶奶陪你们玩，然后啊，爷爷奶奶玩了两三下就说，我好累哦，我想要走了。那你们会怎么想啊？我会很难过，觉得爷爷奶奶都不理我。我也会很难过哎。也会觉得爷爷奶奶很敷衍。就是说啊，
要好好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光啊。全家人挤在一起，你看这样子，哎，转过来，这样子是不是很舒服呢？而且啊，如果已经答应的事情却没有做到，这样子是很不好的哦。哦，知道了。好啦，没事了，下一次答应爸爸要陪爷爷奶奶，一定要顾好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爸爸，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？你们刚才玩什么啊？心脏病。妈，你有心脏病你还玩啊？儿子，不用担心，就是这个游戏的名称心脏病。它只是很刺激而已。好像让你的心脏那怎么玩？来，来，我来。哦，就是这一件衣服，我超想要的。满20个人团购，限时优惠商品半价耶！太好了，这样子啊，17个人而已哦，嘉伟才18个人。拜托，赶快再有2个人来买！拜托！哎，哥，你在拜托什么啊？哦，爷爷，就是这个啊，我在看社团拍卖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件衣服啊，20个人团购就可以半价，很便宜吧？哎呦，不要在网络上再买东西吧，被你妈妈发现，又会被碎碎念，我的妈呀！哦，爷爷，我又没有乱买，你看我买的是某某潮牌 T 恤，潮牌 T 恤。哎呦，哥哥，这种潮湿的衣服不要穿，穿了会生病，不要穿什么潮湿的衣服啦。哎呦，爷爷，你真的是 on fashion 呢？啊，潮牌是我们年轻人的用语哦。潮牌是什么意思啊？流行的品牌叫潮牌。哦，流行的品牌是潮牌。对，好，我学起来了，我也变年轻了。又潮牌，爷爷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衣服每天都会穿啊，对，所以我没有乱买哦，而且满20个人团购优惠半价。哎，哦，团购我知道，就是像昨天啊，那个林菲菲啊，他就找我一起买那个球鞋，哎，原价2000块钱。他说我们一起买可以变1500块钱，省500哎！哦，爷爷你懂团购哎！我也懂你们年轻人的东西哦。所以爷爷你买了一双。哦，爷爷厉害！爷爷。现在只有18件。爷爷啊，你要不要买一件跟我一样的衣服啊？啊，那是你们年轻人的，我不能穿，不好看。是哦，可是最近班上的同学出去，大家都说，哇，那个是祖孙装，那个爷爷看起来好年轻哦。祖孙装？对啊，爷爷没有听过祖孙装哦。没有。哦，爷爷就是啊，爷爷或奶奶跟他的孙子孙女呢穿一样的衣服哦，大家都会觉得，哇，你们好年轻哎。所以穿起来的话，感觉会变年轻吗？对啊，而且爷爷，你看哦，现在已经18件了，加你19件，我们再一件就可以团购20人半价优惠。哦，那就好，我要变年轻，加一，加一，我变年轻了。妈，哥哥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没有啊，看电脑。我们在看那个流行的品牌潮 T， 潮 T， 不是潮湿的意思哦，是潮 T 流行。哥哥，是不是你又在动歪脑筋，想要熬爷爷买东西给你啊？哪有啊，是爷爷说想要买一件跟我一样的衣服。我有说。你怎么了？对，就是我们有一次啊，我们在客厅看电视，对，有一个爷爷，还有一个孙子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，所以觉得好好看，爷爷好年轻啊，对，所以就买了穿祖孙装嘛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所以我没有乱买哦。哦，对啊，真的没有乱买哦，爸爸你自己看哦，只要算一件的话，就可以团购价半价优惠哦，半价！而且，爸爸，你也不要买一件跟我们一模一样的。你看，这样子你也跟我们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哦，走出去就很特别。我？对啊，
这样好吗？爸爸，你看，你跟我就是亲子装，我跟爷爷就是祖孙装啊。嗯，哎，对，儿子，我跟你也是亲子装，那这样我们三个人就是老中青，好开心。可是这样真的好吗？不会啊，现在大家都说要穿得可爱。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可爱，这是粉红色的，粉红色很好看、啊，很好看，很好看啊，都粉红色嘛，三个粉红色。爸爸，再一件就团购价，半价优惠耶！儿子，买了啦，我们穿父子装，而且爷爷想要买哦。好，帮爸爸加一加一，哎，二十件半价啦，太好了，成功了，谢谢爸爸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哦，奶奶哦，好好好，哦，这样子啊，好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去哈、哦。好，待会见。怎么了，老太婆？怎么啦？嗯，爷爷奶奶说他买了很多东西，要我去帮忙搬呢。好好，那你去帮忙一下啊。宝宝，我先出门哦。好，路上小心哦。好。儿子、啊，如果我们穿这样子一样的话，走在外面，别人会以为我是哥哥，你是弟弟啊。一定会的、啊、你现在这么年轻这么帅、啊、弟弟、哎、哥、哦、哎呦，累死我、哎、累死我了，妈你回来了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，哎，来坐来坐来坐，来来来来来，东西先放桌子上、哎、啊，好好，哎呦，妈，哥哥不是帮你拿东西吗？他人呢、哎、对啊，哥哥，哎呦，哥哥哥哥，我来了，哎呦，哦呦，奶奶你到底是没事吗？哎，小心啊，楼梯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哎，小心腰，小心腰，来先坐，哎呦，谢谢你啊，哎，老太婆啊，你这样大包小包的到底是什么？还要哥哥帮你搬啊？啊，哦，这个是林贝贝啊，林贝贝，林贝贝找我一起团购的护具啊，护具，对对对，就是你那林贝贝说啊，我们老人家嘛，这个骨头都退化了，是，所以要做一些防护措施啊，是，要保护啊，所以啊，要用这个护膝护腕来好好保护一下。护膝护腕就算了，哎，老太婆，你买也太多了吧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晓得了，这个团购要到30个才会便宜啊！哎，所以我跟你林贝贝就各帮他的家人，还有你们都各订了一副，也太多了吧？颜色很多，自己挑喜欢的啊。妈，我们哪穿得了那么多啊？而且我告诉你哦，这些啊都是商人的手法，他会让你误以为买越多越便宜，但其实只是花冤枉钱而已。我也只是好啊，我知道你是好意啦，儿子他也是知道你的心意，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啊。那不然，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话，我们之后老人会也可以分送给他们一些嘛，好不好啊？放心，对对对，好好好。但是这个是护具了哈，保护了很多。那一大箱又是什么啊？啊，那一箱是陈伯伯那。陈伯伯，不是我。陈伯伯。他找我一起团购的杏仁核桃酥，什么核桃酥？哦，这么大一箱啊！是饼干哎！哎，对呀、啊，也太多了吧！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好康啊，那个买10包呢便宜50块，嗯，买20包呢便宜100块，我一口气买了50包啦！啊，50包。老太婆，这个我们吃得完吗？这个对啊，奶奶，这一包里面有2片哎，就已经要吃很久了。50包，我们要吃到几年啊？哎，50包省了250块钱啊！可是傻呀，妈，这饼干放久了会软掉，就不好吃了耶。对呀、啊。我也只想知道我们看个电视、喝茶、聊天的时候可以来吃那个杏仁核桃酥，可以的吃而已。好，我陪你看电视，我陪你喝茶，我陪你吃杏仁核桃酥。我就是一番好意啊，老板。好，我懂，我懂。那我们就最近吃快点，那吃不完的可以分给邻居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好，那下次不要一次买这么多了，你要吃我再买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乖，你乖。妈，不要难过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啦。没事没事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吃得完了，那下次不要买一次买这么多好吗？对啊，而且不要再跟林贝贝还有陈贝贝团购了。哦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哎，好，老伴啊，那个林贝贝他跟你说他帮你订
团购的那个球鞋，明天就到货了。哟，哎，你到时候那钱要记得给人家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怎么连你也不去团购？我没有啊，儿子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是这个样子，你也知道我喜欢去运动，喜欢去爬山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看我的鞋子快要不行穿了，快坏了，我想说我就买一个好穿的运动鞋，林贝贝就约我说要一起团购，2000块原价，这团购完之后变成1500块钱，剩500块钱，我想说我用得到嘛，我就买了一双啊，一双而已了，一双。省500块，哎，省500，只买一双，只买一双，只有一双，很实用的一双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哎，没有买很多啦，一双而已啦。哎呦，你们真的是哦。那现在这么多的护具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哎，刚刚有说吗？我们就想说一些可以分送给老人会的那些老人家们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像这个，还有一些可以送去乡下给小朋友们用。哎，好，这个好，那我们就先看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挑一副就好了。来来来来啊，儿子啊，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喜欢黄色。黄色，黄色，来，有深浅大小都不一样啊。哥哥，拿太多了吧？你只能拿一个。哎呦，哥哥那么捧场啊！哎，你真的很会挑，都是我喜欢的颜色啊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这个我适合吗？啊 ，Yes， 罗贝。Yes， 买的 Roberta 就是夜市买的路边摊。哎，好好说话，穿在我身上的都是名牌。哦，对哦，你穿最好看了啊。妈，虽然啊多穿一点，注重保暖是正确的，但是如果天气变热了，也是该要脱掉啊，不然中暑就不好了。哎，妈，好好好，我把它放着啊。啊，爷爷奶奶早，爸爸早。哎，哥哥乖。好痒哦。哥哥啊，你怎么抓成这个样子啊？就是你很痒啊！哦，爷，我后面那里抓不到，帮我抓一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了。哦，好了，爷，谢谢哦。哦，好痒哦。哥哥，赶快告诉爸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爸爸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最近起来之后，哇，身体都好痒哎。我该不会是得了怪病了吧？啊，怪病！哎，那都不得了了，赶快带我的乖孙去医院看病啊！对对对，这要看医生呢。爸妈，你们冷静一点。哥哥，先跟爸爸说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最近早上起床的时候啊，就这里皮肤会痒，脖子也会痒，后背也都好痒哦。啊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这皮肤怎么那么痒啊？哎呦，你这个全身都痒，跟你爷爷一样啊！啊，这里痒，那里也痒，我只要给他打一下，好骂一下，他就不痒了。老太婆，你是说我在皮在痒？可是开玩笑的，哥哥好像是真的。你看，哎呦，他又在抓了，他是好像真的皮肤有点痒呢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哥哥，告诉爸爸，你最近晚上是不是都一直在熬夜不睡觉呢？爸爸，你怎么都知道啊？爸爸当然知道，而且啊，爷爷也知道。嗯，我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就有看到哥哥的房间灯好像还亮着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你看吧，爷爷都看到了。你晚上啊这样子作息不正常，不好好睡觉，加上最近又常常挑食，这样子你身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，碰到最近这种早晚温差大的天气啊，就会产生过敏的反应。你皮肤痒啊，就是因为过敏。啊，原来季节变化，身体也会痒哦。哎，我有看那个新闻啊，好像除了说季节变化之外，好像衣服的材质如果没有很好的话，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呢。对，给我检查一下。可是我的穿起来都很舒服啊。对啊，在新买的。儿子啊，这样不行哎，你赶快带我的乖孙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好好好。不用了，奶奶，没有那么严重，要去看医生啊。爸爸，家里不是有很多那个药膏啊，是不是拿来涂一涂，我就比较会好一点了？药膏。好，爸爸找一下药膏给你哈。药。爸爸、奶奶、爷爷、哥哥，大家好啊。妹妹好。妹妹好。爷爷奶奶坐。来来来，奶奶这里坐啊。可是你们怎么只跟我说好，没有跟默默打招呼呢？好，那大家一起来跟默默问好啊！来，一二三，
妈妈你好。妈妈好开心，什么有话要跟我说？妈妈说你们好，她最喜欢你们了。妹妹，你真的很好笑哎，人家妈妈只是个玩具，怎么会说话？哦，爸爸，妹妹一定是耳朵有问题，带她去看医生。什么？哥哥，我的耳朵才没有问题。那是因为某某说他不想跟你说话，只想跟我说话，所以你才听不到。我也不想听。不要吵。哎呀，你们别吵了。哎呦，话说这个某某今天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对，你看戴了这个毛帽，还有这个小围巾，哦，还穿了小袜子啊。哦，而且你们看，某某这样穿小袜子，这样看起来好像在劈腿耶。哎，好可爱啊，筋骨好软哦。超可爱的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我跟某某今天要去小花家参加 party。我们打扮了五个小时，所以你们说他很可爱，我就很开心。哇，那叫 party 是不是？哇，想到爷爷跟奶奶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要去那个 party 舞会，那时候就是拿着一个鲜花走向奶奶，跟她说：“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”奶奶就，哪有这样子啊？你很好笑，那个是你们年轻的时候是真的 party 啊，可是妹妹。那是人戴的耶，你把毛巾啊、围巾啊都戴在玩具身上，不是很奇怪吗？笑死了！那记小孩啦。哥哥，你不要这样讲，我们是真的要去参加 party。默默就是我的好朋友啊，而且奶奶、爷爷、爸爸，你们知道，妈妈有教我，她说我们去正式的场合一定要穿得整齐，穿得干净。这样才有礼貌啊！是啊，不要像你爷爷一样啊，去参加这个派对还穿拖鞋啊！那不是一般的拖鞋，那时候很流行蓝白拖哎。爷爷你蛮好笑的，但是妹妹比较好笑就对了。我哪里好笑，哥哥？我请你虚，你不要再讲话了。你才虚哎！那要买玩具代驾，这个真的啊！你们两个不要一直吵来吵去的嘛，哥哥，上了换衣服，爸爸还是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好了，以防万一。啊，对，不要，人家不要去医院啊，爷爷奶奶。不要去，不然哥哥，爷爷陪你去医院啊。啊，是啊。哎，我们一起看医生啊啊。可是爷爷，你为什么要去看医生啊？啊，就没有啊，我们刚跟奶奶这样走回来，天气又有点热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又穿袜子嘛的，所以就有一些怪怪的味道啊。那我知道想要看个医生，那个医生检查一下看是。哎呀，哎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哎呀，爷爷，你是不是有香港脚？我有香港脚吗？哥哥，感觉还好啊。哥哥，你还敢说爷爷？你自己也有香港脚啊！每次小花都跟我说，她在她的房间就闻得到你的脚臭味。她叫我转拿给你，可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啦。喂，妹妹，你太过分了哦！人家小花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隔壁的隔壁，隔了两条街，怎么可能闻得到？好啊，你闻给我看啊，你闻啊！臭味啦！哥哥，放下来。你太夸张了，果然是爷爷的孙子。好了，你们。总而言之啊，最近天气变化大，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自己所穿戴的衣服，还有它的材质，才不会在这种天气产生过敏的反应。走，看医生去吧。对，走，我们大家做个健康检查吧。对，走，来，真的要去医院啊？没关系，小事啊，夜帮你抓背啊。大一点。哦，那我也痒了，哎，老板，还要戴？坐下，我也痒了。我们赶快去参加 party 啊！